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 Anywhere I would follow you.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And I'm feeling so small. It rolled over my head and know nothing at all.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Whoa. I'm sorry that I couldn't get to you. Whoa. And anywhere I would fall of you. Whoa.谢谢杜航啊，又是一首英文歌。来，我们看一看现场的200位挑食少女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成绩。再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5、4、3、2、1，打分结束。我们问问丁老师。我觉得这个杜航这首比他第一轮唱的要好不少。对，说实话这是。然后你的一些音色啊，包括你对这个歌曲的一些控制力都能表现出来，但是还是要看大家给你的成绩是怎么样的。谢谢老师。哇，很好，渐入佳境了。来，我们问问丁丁。我有一点想说，先不说你的歌声怎么样，但我想说你的形态。哎，你唱歌为什么要整个人紧起来啊？为什么要这缩起来？挑食少女，人家是少女嘛，少女心肯定要你好看啊，要你帅帅的在舞台上面，我们才看得开心。所以我希望你之后唱歌可以舒展一点。对对对对，不要紧在那里。谢谢两位老师。来，我们看看最终成绩是多少呢？请看大屏幕，83.4分，恭喜你可以去到我们安全席的第一位。如果三位能够继续保持站在我们安全席前三位的话，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吟唱区的100强。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台。